九期大唐官府啊。首先我们从括号开始看，人修的话九修全满啊，加上一个900块钱辅助技能的话，满枪水满枪罩满神速，再加上一个200块钱四打160，再加上一个2000块钱啊，然后其他的辅助全满，再加暗器全满，再加3000，师门技能的话不加钱，称谓的话能再加上一个啊，估计百亿经验没有，剑会千圣啊，这些称谓的话都暂时不加钱。成就的话7317减去3500的基础成就，再乘一个2.8块的超高成就10687。再来看一下其余的啊，其余的限量祥瑞金丝 ID 有没有，金丝 ID 包有，金丝 ID 再加3000块钱，行囊4个，召唤兽格子12个啊，再加上一个2000块钱啊。好，再看一下这个号的限量祥瑞啊，限量祥瑞的话，天使猪猪能加上个5000，甜蜜猪猪加1000，飞天猪猪加200，猪猪小侠200，玉丝葫芦的话是刷口袋就能得的，也是限量祥瑞，但是不加钱，200啊。玉指扶阳的话再加200，老板的冰晶魅灵再加上一个1000啊，九尾冰壶再加上一个1000啊，甜蜜猪猪有吗？甜蜜猪猪有吗？甜蜜猪猪，看见甜蜜泡泡，有人看见甜蜜猪猪了吗？甜蜜猪猪在上面呢啊，甜蜜猪猪满限量祥瑞再加上一个8000块钱，这是一个全满的一个啊。钱高成就的话再加上个5000，这号的底子跟刚才那个109一样，像这种全满的号的话一般4万多5万多啊，有幽谷战龙忘加钱了吧，幽谷战龙的话能再加上一个500块钱啊。好了，空号的价格先算到这儿啊，这是69级的一个空号，能加钱的地方应该不多了，孩子的话再加上啊这个200，这种200啊，咱们这个号由于算起来非常复杂，咱们先把空号的价格加一下啊，400加500加上1000啊，加上一个8000加1000，再加1000，再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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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再加1000，再加上个5000，再加上2000，再加上一个3000，加上10687，再加上3000啊，再加上2000，再加上200，再加上900，空号的估价是44887，其实这样的号只需要七修全满，满强身满强壮，一个1200块钱就能满足，基本上满足需求了，但是老板要花40000多啊。锦衣的话，如果有限量的话，还是需要继续加钱啊。青花瓷黑一套500，白一套500，冰寒锹白一套500啊。锦衣的话再加上1500，老板的所有的限量锦衣都有啊，也就是一个啊40000，再加上一个1500，最终的空号价格46387啊，暴力完美爆炸。好了，接续看，继续看一下他其他的装备啊。真正的估价开始了，先看他的无级别鞋子，这个无级别鞋子。我跟你们讲，无级别鞋子从130级的国标属性的话，大概是从啊这个70000开始，140级的话啊就是90000开始，150级的话是120000起。但是这个鞋子不一样啊，这鞋子的属性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鞋子的属性的话是103，再加上3点防御，106的综合防御，敏捷的话是59，再加上5 64 106 64的鞋子跟他妈160的没有任何区别，这个鞋子打完17段能他妈给他妈175级的一速用。他们区有人说他们为什么只打17段宝石，18万宝石，18万宝石他们合了，合不成功，一直失败啊，可能是网易在内部还是啊有所限制的，对不对？如果真正出了18段宝石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对不对？同样是高端玩家的流失啊，你他妈能打18段我也得打，但是对不对？我最近不想投那么多钱，我不想打，我跟不上了，那就不玩了。所以说不出18段宝石也是为了网，也是为了游戏的平衡。出了18段宝石，别人没法玩了。175拿16段宝石，你他妈是逼梦幻西游出200级装备呢？17段宝石的话，一次，一个17段宝石的成本价格大概是13万左右，和失败一次18的话，就是啊亏14万以上，亏两次的话就是30万，三次的话就45万啊，就是和一次损伤很大。这个鞋子的价格我不会估，兄弟们。这个鞋子的价格我不会估，因为它的属性我没见过，它的属性64的敏捷加上防御综合多数的属性，这鞋子等于普通的150鞋子的他妈的19段，这鞋子你让我他妈怎么估啊？不会估。有荧光棒的上一上，兄弟们，荧光棒底是103万，先分分辨吧，可以随时把报出来的话，有4000块钱的现金啊，支付宝、微信、红包秒转啊。这个鞋子的价格啊，真的是不会估啊。这个鞋子价格不会估啊，它的鞋子相当于别人的好贵。咱们先算宝石钱，咱们说17段宝石是啊13万，1到16段宝石7万，宝石钱20万，宝石钱的话起码是20万啊，加套装钱21万。鞋子的话我感觉呢，其实高属性它毕竟不是无级别特技鞋，对不对？它再牛逼，牛逼不过无级别破血鞋吧。
从风系的角度当然可以牛逼过啊。这个鞋子的话，我感觉最高的价格啊，我感觉啊，不打保时的话就是45万啊，40万啊，45万加21万，那这样的成本的话就是67万。今天的所有估价呢都是不准的，仅供参考啊。今天所有的估价都不准，仅供参考。好了，下一个更加的牛逼啊，无级别愤怒腰带。在2015年的CC 年度盛典的时候，小叶的109级团队从3年内万里长城运出了一个130级的愤怒腰带，25万。到2017年的年度盛典的时候，已经变成了90万。130级的愤怒腰带从25万到90万啊，140级的腰带，这个腰带的话到手肯定突破100了，加宝石乱七八糟，这个腰带的大概的价格呢是应该是125万到130万之间啊，很难受啊。很难受，梦幻西游太贵了啊，他这一个130万是他妈好几个服装号，他这一个号的话比一个团队的号都要贵啊，130万，没打错零吧啊，130万。好了，咱们再看一下他的这个啊无级别武器啊，一个这么牛逼的一个号，为什么拿着一个140造型的武器呢？一般在刀剑扇类领域，920的武器就可以称之为绝对的王者，950以上的无级别全梦幻只有一把，就是一把枪啊。那把枪的话，从乐子到内部啊，到最后转手卖，差不多150万。这把武器我们看一下，用1070×3加568，武器的白板呢是924，武器的白板是924。唐宝阁的无级别愤怒，刚才我说了，那是130的啊。陈水这腰带属性你还没有看。这把武器的话，熔炼的话是13年属性，13年属性啊，这个再加上一个13年属性再减去个6啊，再加上个29再乘以个0.57啊，再加上个924，这把就等一下，29再减去6再加上个13啊，再乘以个0.67啊，再加上个924，这把武器的话综合948啊，这把武器应该是在绍兴兰亭啊。绍兴兰亭109级那拿的吧，原来绍兴兰亭有一个天总南音团队的啊，那个团队，这个魔力的话加在2点啊可以无视，但是像69这种级别的话，总伤啊仅供参考，950左右。这把武器肯定是100多，但是我不知道多少钱啊。这把武器还是不懂价啊，130多万，不懂价。这把武器有人知道多少钱吗？这把武器是扇子，仙族人族通用啊，这把武器肯定是120万以上，能达到920的话就120了。这把武器的话价格我感觉已经很难说了，而且是双种族通用，除了造型有一些小小的啊问题以外呢，其他的话各个方面都是完美的啊。好了，兄弟们，有荧光棒的上一张，兄弟们，荧光棒上一张，荧光棒底池的话已经达到一个109万，分分秒秒只剩6毛钱能爆出最终超越大奖，有6毛钱给小荧光棒再往上扔一扔啊！这个号的话，估价的话也仅供参考，因为实在是太难猜测了，估价估的我头疼啊！好了，接着看这个衣服，衣服的话是这样算的，用17乘一个12啊，打的是17段月亮石是吧？17乘以12，204减去504，厨房的话是300啊，加上防御311啊。然后的话，双加45，再乘以个1.5啊，再加上个311，这把衣服的话是378的综合啊。这个衣服的话，一般来说378的综合衣服的话，它的综合属性的话啊，就已经能达到一个啊40万了。40万的话，它的敏捷和力量是单加属性里最好的啊。这样的话，这衣服的话，起码就是一个啊，一个60多啊，加宝石的话20、80，这个衣服的话，感觉应该是80万以上的啊。我不想估了，无级别野兽项链啊，这个无级别野兽是这么说的，只要是无级别无孔带大特技的啊，基本上就是60万也往上啊，而且这么还项链的话灵力啊还能再看，这衣服的话买来的话是130万啊，用308啊，308再加上一个17，325减去啊，用16、17再乘以个6啊，减去102，出零的话是223。这项链的话，感觉啊，这项链的话感觉起码是60万，而且还是高龄啊，加上宝石钱也是20万啊。这项链的话也是一个80万以上。衣服的话，老板啊给他加50万，老板130万买的啊。
老板衣服130万买的，无解，头疼。项链80，帽子的话应该还好，玉清的话其实，对不对？跟晶晶罗汉啥的还不是一个级别的特技，不过低等级用特技的也挺多。而且这个帽子最大炫酷的是啊，他妈的竟然是玛瑙啊！真的哭不下去了，编不下去了。哎呀，这把武器，这个帽子的话，我感觉差不多45，啊，差不多45，45+20，65啊。下面的装备先不看了吧，啊，下面装备先不看了啊。右边的零式的话，超级演绎，这种零式的价格跟你说没有价格啊。前几天有一个双气血一法防，如果不带超级演绎，游戏币啊2000万，带个超级演绎30多万被秒了啊。30多万被秒了啊！这种号的话就别问了啊，60万。这个零式啊，双气血啊，双防御气血，这种零式的话，这个零式的话估计能稍微低一点啊，估计50万够了啊。戒指不懂啊，戒指的话，它的戒指好的不明显，下排的伤害爆了3点，爆了2点啊，爆了3点啊，3+3+2啊，爆了8点，这个3伤害比正常爆了8点，这戒指得卖多少钱？那也就是个，对不对？按照普通的4伤害来说，100级的话也就才10万嘛啊，那60级的其实也就是4万块钱顶天。不过他们可能啊，这个戒指牛逼之处在于它下排爆的多啊，细分比较牛逼。那咱们给他估一个价85000啊，这个估价其实等于吗？这个耳饰的话又很难说啊。这耳饰的话又不好说了啊！他妈的，超级简易双伤害一速度，这他妈怎么说？这耳饰多少钱？兄弟，耳饰多少钱？不懂价。耳饰的话，咱们看伤害啊，咱们就单纯比伤害啊。24+24+24，加上国标的属性呢是加六啊，正常的伤害是90啊。不算基础90点伤害，这个伤害的话是32+8，32+8再加32，再加上8啊，80点，只比国标的3伤害少了10点伤害啊。这个耳饰比国标的3伤害少了10点伤害，速度多了啊，速度多了30点，30点的话啊，多了30点速度，少了10点伤害，啊，然后多了超级简易，这个不懂啊，这个不懂。他妈的，我头疼，晕眩。全身最便宜的装备竟然是一个4伤害戒指，听起来好伤人啊！啊，这零式的价格真的是不懂啊，少了10点啊！问问多少钱买的，老板，耳饰多少钱买的？老板说帽子刚才估的65万没有打宝石的价格，不过打了宝石，对不对？无级别玉清能用的门派，也许只有打完这个，也许只有物理性。原来可能风系能用，老板说耳饰的话，目前出到60，但是没有考虑卖过。好啊，好吧，这个游戏玩不了了。别说你们了，我都要想卸载《梦幻西游》了，对不对？我作为一个，对不对，武神坛甲组常客、16强8强、精武天神亚军的，对不对，灵魂人物，坐在这儿给老板估价，竟然有种想关电脑、想下直播的那种感觉。这个游戏他妈的好难玩，好了，又是一个无级别破血腰带，对于69来说，反正大家都是无特技横扫，要不要愤怒其实不太大所谓，有时候带2个物理特技很牛逼，这个腰带估计是刚给宝石拆下来啊。帽子的话，哎，这个帽子我会估啊，这个帽子我擅长，对不对？也就70000多块钱嘛。这个零式啊，这个腰带多少钱？腰带的话40多万吧。腰带多少钱卖的？你们说吧，我不估价了，你们说啊，你们就说。30万应该是啊，够呛啊，30万应该够呛。破血腰带，无级别破血，它的这熔炼的话都是找很专业的人熔炼的，熔炼上线都是好几次的。算40好了，这个零式的话肯定是值钱的。这个零式的话，起码来说啊，34-35啊。这个零式双防御法防，而且这个防御好像还爆了不少啊，
黄鱼还爆了不少。这个零是他妈的我也不会估啊。他们这种价格估的差价的话，一下就是十万，就差那么一点属性，就是啊，差十万那么多啊。啊，算了，四十吧啊。这个双王还一狂暴又不懂，我操，我不想，就剩最后两个了，老板，告诉我一下我们吧啊。这个戒指多少钱？这个零是多少钱啊？没法估了啊。帽子也没有特技，就保值钱，对不对？再折旧一点，顶多防御高一点，帽子也就七八万嘛啊。又没有特技，蒙不下去了。这一千多的就等于送了。其实我对于这样的零食宝宝的话，再看一下好了。手镯好像是35万被预定那个，35万预定那属性好像没有这个好吧？这个不是35万被预定那个。这两个零食，兄弟们啊，这两个零食价格实在是啊不好估啊。我估计现在老板自己都不知道多少钱了啊，睡一觉忘了东西多少钱买的了。这种超级简易的啊，伤害少十点多点狂暴几率啊，这个戒指的话肯定不会比这个戒指便宜啊，只是面板不好看而已。这个戒指的话肯定不会比这个便宜，只是面板不好看而已，面板少了几点伤害啊。这俩零食的话，兄弟多少啊？老板先把这俩零食的价格告诉我，让我先把这个价格估一下。戒指的话35还好，右边这个镯子呢，这种的话真的可以开个博物馆或者收藏店啊。两法防御，防御35，这个刚才两法防御，防御35啊，这个也35万呢是吧？哇操，法防跟他妈气血是一样的是吧？啊，我操，暴力啊！谁接？谢谢。好吧，我看完以后肚子饿了，我他妈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妈就感觉直播间的气氛非常的尴尬啊！我突然感觉大家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好像只有你的这么。我他妈好像我没玩过一样啊！平时在上别人的号叨叨逼叨逼一直说的时候，上那号突然没什么说了，因为装备没见过，我操啊！开一包辣条压压惊。对，公屏也陷入尴尬，不好意思打字了，感觉同样跟老板玩一个游戏啊，好假。60级的啊，抗风。应该不是特别值钱，但是只要多了超级简易啊，我跟你说这种装备，其实我跟你说可能第一个出的时候2000、3000、5000、8000，后来就10万、20万、30万，真的这个游戏69级他妈的太有钱了啊。尤其是这个团队西山老街的吃不饱团队，梦幻西游啊最神豪的团队，可以说没有之一的啊。这个抗风印最后一件装备了，兄弟们给一个价。封印位的三抗风啊，超级简易，风携带无敌，风不重啊，1000、2000的小东西咱们就别算了啊，40、50、10万、50万卖的。老板，这个零是多少钱？34万啊，好吧。这是老板的其中一个号啊。等会儿加的时候会少加很多零，在老板的帮助下，在游客的帮助下，我们艰难的把这个号勉强的不准确的估完了啊啊啊！这个号的话是估价，下一个号是欣赏。好了，46387，老板最不值钱，是别人眼里根本买不到的一个绝版的限量的满限量祥瑞的高成就的空号，45万加21万啊，再加上一个130万啊，这是130万啊，这是啊130万，对啊，再加上130万啊，再加上这个是80万，再加上一个50万啊，
再加上80万，再加上65万，加上60万，加50万，